接下来请收看经典佛曲。
护持中华护身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中华护身协会，划拨账号42138483，42138483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195-679，012-001-195-679，护持护生放生超度阴生未生胎儿。
护持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邮政划拨，户名社团法人中华国际施食协会，划拨账号50396819，50396819，银行账号，银行代号土地银行005，账号012-001-205-666，012-001-205-666。僧众斋食素食银行慈悲便当，烟供香粉，药供包香，弱势关怀，不食动物。像各位现在在念，这个就是念欧玛尼贝美哄，就是念阿弥陀佛的意思。每一句话就是一个佛陀，也可以这样讲，每一句话就是一个佛教的精髓。但是这些话重点是你愿意闻思修，成为你生命的一部分，这个才是重点。所以一个修行人他要有特色啊，有悲心啊，而且有能力帮助别人，叫智慧啊。所以虽然我们要追求佛陀的智慧，但是你要以慈悲为动。我为什么要研究佛经啊？我为什么要念佛？因为我想要帮助众生都离苦成佛呀。所以呢，你就要保持在佛的心啊，那佛的心一切种性啊，所以那你要了解一切。所以各位变成现在也要有个习惯啊，被你碰到的一切事情人事物，你都要去分析它，分析它，了解它的体性，也了解它的相，然后我要应对这个事情都是悲心。花、本子、麦克风、桌子、法会、建筑，你进到一个房子，哦，房子的体性是空性，对不对？房子的相就是房子，房子的用可以保护人类在这边不会啊，家庭温暖不会被雨，哎呀，房子吃不了啊。所以你对每一件事情都要这样去看待啊。那这个房子的构成要土地，要水泥，哎呀，要有工人啊。所以道路管理员，你每一样东西都要去分析它。所以所谓佛陀的智慧，他就是体悟万法的真实面貌。那这个要靠各位要有思维观照的习惯。所以一个有思维观照习惯，他做每一件事情很清楚，桌子椅子怎么放，话怎么讲，事情怎么做，几点几点几分做什么，在什么时间做什么事情，他要很清楚啊。而且清楚里面还有一个动机，我是为了慈悲啊，谢谢桌子，谢谢麦克风，谢谢这场法会，谢谢哦，各位在高速公路开车啊，谢谢这个找公路了，希望大家开车都平安。那这样以后你才有一切种子啊，所以你对所有的东西你都能够透彻了解，慢慢你会开发到不是光这一世啊，你累世所经验的每一件事情，对你来讲都成为一个存在的智慧。你上辈子做过女人，你上辈子做过天神，过去是你下过地狱，你都能够感受到他们的苦，跟了解他们的体性，这样你就没有浪费，没有浪费你生生世世的轮回啊！啊！但是你要懂得过去，计划未来，那你要把握当下，你能够在当下保持一个慈悲智慧的这种禅定，慢慢你就可以未来做得很好，过去慢慢你会开发出来，啊，这些。过去你所造的身口意的业都会成为你的智慧，成为你生命的经验，成为你的感受啊！过去我做过狗，所以我会爱狗，过去我做过女人，所以我同情女人，过去我也生病过，所以我同情生病，慢慢你就能够自他平等。所以我想每个人必须用自己的方法来修行。生命，世中生离苦。